第二题，请根据有机化合物的定义判断，下列哪一个选项属于有机化合物？有机化合物是含碳的化合物，选项中氯化钠不含碳，不是有机化合物。那么，但是呢，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碳酸盐类跟氢化物虽然含有碳，但我们仍然列作无机化合物。选项 A 是碳酸氢钠，这个叫做碳酸盐类，不是有机化合物。选项 C 碳酸钠。这也是碳酸盐类，也不是有机化合物。那么选项 B 这个物质没看过，不清楚，那这个就是尿素。那么打破了有机物必须来自生命的这个说法的物质，那么这个不重要。我们看到它含有碳，也不在于我们所说的例外当中，所以呢，选项 B 呢就是有机化合物。第二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个选项属于有机化合物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CO 括弧 NH2 括弧2。